转眼两年又过去，疫情却依然严峻，病毒一直在进化，让全世界都害怕。不要害怕打疫苗，更不要千选万挑，我们要快点接种好，才能把疫情打倒。防疫 SOP 要好好牢记，勤洗手和保持一米的距离，让安可萨那暖地和心里，为了全民免疫不能放弃啊。出门要戴上口罩和微笑，只要防疫措施做好，病毒就不会来打扰。健康的饮食习惯很重要，